大家好，在冲绳的第二天，我们还是用包车的方式把我们25个人载到那霸南边附近的几个景点。哦，还有一点就是这次我们游轮停靠的地方是安谢新港，不是平常小船停的若狭游轮码头。我们第一个景点就是首里城。我们来到大门这里，首里之邦。哎，美啦！不够亮啊！来，成果。首里城的成果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。首里城因为是重要景点，一大早已是人山人海。啊，因为火灾，我们现在就只能够在外面走一走。我们首里城的简介，欢会门，我们跟着，这是一个舒适区，跟着。这是他们穿日本服装的一个特别。是从大门进来。哎，你看底下，这是科洛大门。从科洛那个门进来以后，有一个广福门，前方有单轨电车。这是刚刚我们造的那个城门，底下是进口。哦，对面的。从这个地方进去是收费的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正殿烧毁了。就这个嘛，怎么都烧光了？对呀、啊，他现在就是要修复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石雕的，这石雕还是木雕？我在菜摊是应该修复这一个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木，好，对，这边了，整个正殿烧掉了。它后面就是用一个画哈，摄影画把它挡起来。看看风景，我们再绕。这个建筑的后面，你的船在后面。哇哈！首里城足迹，
猫咪是我们的 OK 好官方摄影师。我们在现在要首里城在这里拍相片。我们丝毫没有浪费等车的时间，把握每一分每一秒拍美好的照片。抓好时间，抓好时间。他有预计啊，有了。对呀，创造营造快乐的气氛。OK， 好，还有我们，还有我们，哎呀，拍谁来？那我那边有啊。你好，安卡进球。我们在这里停一个钟头，因为他不能够整个都看了。第二个景点来到世界文化遗产四明远，这等于是以前的一个琉球王国建的一个中国式的园林，也是卖票的，个人票是一个人400，那团体票可以打8折，320，20个人以上。昭和49年3月31号建正门，这是正门。这个是新日祠啦，这个。中国园林就这样子。我们24个人，他竟然有些人走散了。好，你再看，中间有一个凉亭，前面有个桥。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一边在上面要脱鞋子。有游客在参观。Udon Palace。这是市民园的正殿，上去要脱鞋子。好，有风，有风声啊！手拉杆，手拉杆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换你们上去。这里是从这里府的中心看正殿，很漂亮。我里面还有鱼啊。
有啦，那只遐大只遐，你没看？有啦，有龟啦，我看到龟跟鲤、金鱼。小心有风哦，帽子不要被吹下去哦。啊，这个好，来你们看这边。哎，哇，这个这样就很漂亮。停对停船的地方，这边可能不大好走。底下有一段路不是很好走，顺路。以前有防卫队站好的遗迹啊，这是一个展望台，然后有一些坟地在那边。前面是坟地，这边就是一个凉亭。那么嵌耕台啊，嵌耕台。到现在那个字已经很模糊了，看不清楚。那底下是泉，冷泉、温泉是不是？甘泉岭，甘是有字旁那个。哦。岩岭呢，可以长寿。益德泉，刚我们看到的益德泉是不是？好，就是刚刚我拍的那个。益德泉，嗨，这边是先生，您ステージ前の方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。市场，戏码林市场休息站，你自己挑，然后论件算钱的。像这个龙虾，一片就两千五百块。不要试试。清江周仙鱼，1300，它是我这个有切好的。自由组合，我买了，在戏满鱼市场里面买了，生鱼片盖饭，有1000的，有800的，然后买一串。烤带子，还有鳗鱼，还有乌尼，生的虾，这个是。我去那边拍一下外面的事，就是里面啊，市场里面还有好几栋，有些卖生的，有些卖活的，卖面。这边是餐厅的，像这个寿喜啊，2000块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大楼里面，做出来生意这个。这边也有卖海鲜汤，非常的美味哦。这边外面也有搭一个帐篷。小孩子，玩的地方。
この後13時より第1回抽選会ございます。之后我们来到 Outlet， 是大家采购的好地方。我们来到进口 Okinawa Outlet Mall， 这里我们要停一个半钟头。那这里是有很多名牌店，小朋友在玩。这边是大的停车场。电动车、小朋友车。今天是周末，所以他有一些卖糖果的摊贩啊，摊位摊子在卖，这边有卖国产牛肉牛排。来到赖昌岛海边，然后看到前面有一个飞机降落。风很大，今天早上。他们已经到海边去了。沙滩很漂亮。到沙滩，到底下。我们现在来到赖昌岛海滩，这个海水很漂亮，沙滩也很漂亮。前面是那霸机场，有很多飞机在降落。商场，这个是看夕阳西下的地方，管制塔，然后就前面是机场。这个地方的介绍，房地产的标志的，就哭。前方有一个高架桥啊。降落了，拍你们也拍飞机降落，哎，这边飞机也很多啊，对啊。前面就是国际通了。我们的团员都在这里，5:30回来。这边就是县政府这边啊，这边
那些巴士搞不好都是我们游轮的，游轮的下头的人。那边如果是要坐游轮的接驳车的话，要预好时间，因为排队很长哦。下午啊，所以没有很多人。今天是礼拜天，晚上人就更多了。居酒屋啊。现在整条街是人行道，封起来了，变成车子封起来变成人行道。这个两个狮子很可爱。有。食品買い出しなきゃ、洗剤も切れてる。どうぞ。あります。我们现在在国际通，对面是黑糖屋，我们准备往回走了。这样子才拍。龙虾来了。Buon appetito。大家都叫龙虾，吃得很高兴，来拍个相片啊！对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算不错了，味道怎么样？我们在这里就结束在冲绳两天的旅程，谢谢您再一次与我们同行，请继续观看接下来的旅程，让我们一起去看世界。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免费订阅及留言。再见，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喜乐。